手游酷玩。超级幻影猫二，超级幻影猫的续作第二代现在已经可以玩了。在这个神奇的世界上演着让人着迷的冒险故事啊，咱们先熟悉一下这个操作呀。左右跳，然后按住的话是可以跳得更高啊。这个黄色的怪物可以踩死我们这个男主角，跟着自己的妹妹前进。这个机器是坏掉了，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跟自己的这个猫妹妹被这个坏人给掳走了。好了，出现了一只黑猫，这个黑猫非常的厉害啊，还可以瞬移啊。我们继续走，通过多种多样的各种关卡，然后最终拯救自己的妹妹。开始第一关，第一章第一关。现在我们是只有两颗心，也就是可以触碰两次。这里告诉咱们，如果有地洞的话，下边可能是会有箱子的。踩死这个黄色怪物，金币全都湿了。开箱子，给我们八个金币。这怪物挺有意思，我一过来他就钻进了地里，走开他又出来了，哎，又进去了。哎，下面有一个暗室，这个蓝色的蘑菇挺有意思，应该是可以跳起来的。哎，它不没，它一直有，可以无限在上面跳跃，非常的有趣。下边也是有蘑菇，不用担心掉到这个深渊里面啊。第一关还是非常的简单的。这个星星是我们收集的重中之重。好的，进入下一关。1-2，是一个弹跳怪呀、啊，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怪物的头部，可以把咱们弹起来。摁住跳得更高，有宝箱，下面有个暗室，咱们把这个弹跳怪释放出来。这个怪是应该是从侧面碰到它应该是没问题的，不会掉血应该。刚才我看这个怪掉来也碰到了咱们，喜欢看咱们视频的这个朋友啊，关注咱们的频道手游酷玩。这个猫博士给我们了这个道具指引，成功过关。